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，感恩大慈大悲卢军红师父，弟子给您请安。我想请问一下，一个1992年属猴的，他的身体状况。就他，男的女的？就他是吧？男，九二年属猴的是吧？对，已经念了900张小房子了。他脑子出毛病了。知道，知道。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他现在呢，吃东西比过去好一点。对，对。这个猴子呢，现在是这样，他现在基本上呢是被锁在了一棵树上，所以呢他不能动，而且呢到了晚上啊，他经常会抽筋。对。你要给他小房子加强，他身上有一个灵性，是个男的，像一个老爷爷。我不知道他有没有爷爷啊、外公啊、外婆啊，都去世了，爷爷、外公都去世了，是吧？我问，我看一下啊，这个人的样子，我讲给你听，你看看像谁啊？头发花白往后梳的，鼻子蛮大，眼睛不大。那是他的爷爷，他的爷爷是有西人。哦，怪不得的，西人是吧？对。怪不得鼻子大的嘞。我看一下啊，是啊是啊，哎呀，他的爷爷，我告诉你啊，死的时候蛮痛苦的。我们接触的比较少。我就讲给你听，生恶病走掉的，现在在他身上。他也要小房子。要多少张？还需要多少张？72张。好吗？我可以叫他一个礼拜之内来看看他，或者看看你都可以。不要，我念小房子。你不要是不啦？不要就算了。我念小房子。他说他很想看看你们。他说他好像过去啊，他活着的时候，他好像跟海水有关系，他好像有一个很小的船，大概，他说。我不太清楚，我只知道他说他有一条船，就是这个小游艇一样的东西。因为他很小的时候，我们就分开了。分开了。分开了以后，他爷爷后来我知道去世了，但是不知道前边做什么呢，就是。给他念经吧，念完之后他会好起来的。他老在他身上回来看他，是每天晚上，白天这个这是你的孩子是吧？对。白天他就比较正常干净，一到晚上他就开始发了，不想睡觉，眼睛会发直，呆呆的，就这个样子就出来了，明白了吗？知道。就这个样。谢谢。好吧。他需要还放生多少？500条。500条鱼。谢谢。好吗？还有一个问题，请帮我看一下我家的佛台怎么样？62年的虎。你们家的佛台靠窗户的。对。完全对。佛台还可以，观世音菩萨来过。来过，经常。你们家香有过打卷的？有，完全正确。经常接莲花的。好吗？其他没有什么。有菩萨来过，好吧？好的。你们家最好以后把厨房间弄得干净一点，厨房间味道很不好。厨房间，应该很注意的。你吃全素了吗？吃全素了。卫生，厨房间的扫地的地方。我想一下。烧饭的右边。一个犄角篓的地方有臭味，放了什么东西了？跟楼下有关系没有？楼下是卫生间是不是？不是，楼下是我们家房东，他们年纪比较大。哦。
哦，他吃荤的肯定。他是西人。哦，年纪很大了，他们现在已经那没问题的。身体很。那你这个地方贴上山水画就可以了。OK。好吧。好。好了。谢谢，感恩感恩。